大家熟悉的歌曲，然后其实是在纪念一段逝去的爱情，对，然后就是想说不管怎么样，生活中不管发生什么会让你感觉到困难的事情，那你还是要往前走，你还就是不能停下，相信大家就是知道就是最近发生一些事情，那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，那我觉得你就往前走，就是朝着你觉得你对的方向走，那你的生命就会有点不一样，对，不要停下来，停下来就是会不好。好，不要笑啊！没有理由，好啦，那就直接开始吧。Thank you.